的东西。可以了吗？去扫小龙吗？我擦汗。10:21，吃饭。先站在这里让它凉一下，没有太高。你看我呼都有气跑出来，你有气跑出来吗？哦，有。那我嘞？我自己看得到，我看不到你的气跑出来就还不错。又不想挡住别人前面，然后又不想太中间，对啊，我当然很想去右边一点，但是挡路。看风向啊，有洞哦。啊，我有洞哦。什么有洞？天上有洞。来，你觉得呢？我刚摸了一下，也应该是没有。我们刚摸没有觉得湿湿的。
要说什么？右边一直下来。啊，你说黑的试试看是？对啊。下半红黑这样。它那个黑，我觉得是斜度黑。它有说它都极斜面。是有斜度的黑。但是我觉得啊。但是可能有压过。我一个问题是推过去那边有点累。哪里推？哦。下车后往右转，有点累。哎呀、啊。不知道怎样可以快一点。还是我们直接去左边？不要，左边很乱，我宁愿练这个。好，可以吗？好啊。而且也想要试试看、啊，看看这里的黑，这里的黑有多黑。应该我觉得就跟圈片差不多吧。应该学太多了的，说不定很难滑，所以我就摔死啊。这应该有压过的。不要了。这个面应该是压过的黑，它只是有斜度而已。还好啊，其实都是眼睛看还好，眼睛看有点可怕，但是近看又还好。站在上面的时候就还好。重点是、那个、有人做45度的吗？有啊。啊，哎，不对，是38吧？我说45哎、欸。38就已经很多人摔下来了，45应该不大行吧？对啊，所以我问说有人做到45的。我不知道，外国不是有那种两个双钻石的黑，还是有三个钻石的黑？什么叫钻石？就是难度啊！你看这里黑线，它只有一颗，然后我看两颗或三颗，差不多就差不多那样了吧。我的拉链都拉好了哦。有吧？对啊。因为我刚刚其实刚才坐第一个缆车，我的拉链是没拉的。你很热啊？不是，是忘记啦、啊。你也不会帮我看一下、啊？你哪个没拉？正面大外套的没拉。完全吗？对啊，完全就只要弄热而已啊，就是平常的高度，因为要散热就不太拉太高。我出来了，忘记拉。嗯，你就急着上缆车跑掉了。我没有急啊。有你那，你自己回去到时候看影片，你看你那有多急，车子都快要撞到你的脚了，你还硬要去在他前面，我想你在干什么啊？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这里的缆车慢到不行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很慢啊。”然后就砰就跑掉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你让别人的工作人员看到，所以会为了你把缆车停下来，你就造成人家麻烦。嗯，你懂吗、嗯？我就觉得你不用卡那一台吧，是有差你。是没差，我只是觉得。对啊，他很慢。你在卡什么？你自己回去看，我眼睛看到的。有多急？我知道很近啊，车已经大概只剩5公分就要撞到你的脚了，这样。虽然撞到不会痛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个控制的人到时候为了你停下来，你不觉得被运运停下来很烦吗？不要制造人家麻烦。他还要广播说我们停下来了，然后在开动，说我们要开始动，你看看人家多说两句话。这下轮到我起雾了。你把你的口罩塞太里面了啦！我现在都看到你的口罩整个都在你的眼镜里。嗯，做错这件事了。对啊，我刚刚就在跟你讲啊。啊，你刚刚有讲吗？我一开始出来在检查啊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又跑进去，整个在里面。不是，刚刚讲的是说你要不要喷，就叫你两个人弄就一起弄，我不会。到时候你来到又要去餐厅躲起来弄啊，在外面很难弄哎、欸，一边下一边飘。对呀、啊。不想上团体课哎、欸，你请那种一两个小时的教练好吧？你有没有想要跟教练学习的？没有。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练好？应该说之前教过的都没有练到最好。这是我不记得了。
只要维持目前状况的话是 OK， 不要加深我就 OK。好多了。
要三哦。啊？要一二三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右脚会脱臼，我就来很好。很好啊。先习惯了。因为我在练习往后顶，往后顶啊。蛮陡，蛮陡啊，蛮陡的。这样。就顺顺的滑就会下去了吧，顺顺的滑就会下去了吧。你要我继续滑对不对？你要我先吗？都可以啊。要加速呢，哎，你加速加速，
因为它厚厚的雪，让你不会觉得你下面那只脚会侧滑。超过去。那就再多来一次嘛。侧着站，我就站着还是放空。他不会帮我看线吗？好啊，应该 OK 了。你自己的感觉就知道了。检查要点，到底脚有没有真的过去？有这样吗？山上那只脚能不能抬起来？在这种雪的状况下，山上那只脚能不能抬起来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，山下那只脚是不是有？弯曲可以吸震，重心是否不偏不倚？没有太前面，没有太后面。天啊，这要多远开始冲啊？我比你上面一点啊。好累哦。大概，那两个人站的地方开始冲。好累，这滑好玩，但是来到这个很累，跟滑起来再。最后还是花掉了体力。嗯，好啊，今天试试看巧克力的餐厅，看有什么吃。哦，就这家。嗯。这家你那天买巧克力有看到它的咖喱饭？我觉得不意外，就是咖喱饭。拉面，对啊。咖喱饭、拉面一定有，其他不知道有什么。我又在流鼻涕了。嗯，喂。所以没有要去试昨天那个吗？没有。你要试一次还是？没有，现在还是先滑那个，因为滑这个增加自信。这上面的那种若干的积的那个雪，很安全。你甚至于就是你坚定你原来的那个 S 型。不管那个 S 型上面有雪没雪，有什么的，你都不用改路线，重心也不要乱变，你可以盯着它看，然后看看，例如说穿过那堆雪对你有什么印象，那你眼睛看多次之后，你可能就会习惯了，其实吐过去也没什么。应该是微微流吧。呼，没去啊？怎么没去？刚一个人不见了。有吗？还是他跑到别的地方了？没有啊，没有人摔倒。哦，我看错了。我看到他们在清那个往山顶的椅子，哎，谁知道他们弄了，不会开。我觉得他们为了明天的晴天。所以在准备。这个是巡逻的吗？他在插橘棒棒。不，他的棒棒就是橘色的。他是拿高货。
我还以为他怎么很好心的要，不是好心，就是正要插棒吧。办法学会我那个单脚推进法吗？有一脚推，一脚推。对啊。我有啊。会前进吗？会啊。那就好，很好啊。就还是很累啊。你把它想成啊。是适用地面是斜的时候推的。适用地面是斜一边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左高右低的话，啊、左高右低的话，嗯。但是我就是脚也很酸，手也很酸。哦，好吧。这个风也没多大，真的慢。最小现在已经到快满了，我本来还会觉得今天很冷，但是我们今天准备得很彻底，棒棒往上喊，棒棒往上喊，
手都不伤啊。我的手几乎没在用。你要休息吗？来滑超大弯哦，很挡路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你又没看到其他人。超大弯，滑超大弯有比较不累吗？没有滑超大弯。哦。没有啊，没挡路啊，没人啊。而且其严格讲也不是超大弯，我只是横滑出去而已。就是横在中间就比较挡路。也没有啊，又没人啊。嘿啊，尽量去体会透进雪里的感觉，反正最后都会慢下来嘛。走了。这样对我来讲也是练习，而且我可以专心头对着你，不管下面的雪，让身体自然去顺应各种状况。你要跟着我？我一直跟着啦。
好，接下来我就没办法跟了。啊？哪里要开始冲啊？嗯，我先下吗？我先慢慢下吗？我也休息一下下。啊？顶住啊！这里往下往右冲。这里开始，我这里开始往下往右，应该可以吧？你应该可以吧？
啊？辣。好像没什么用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只能听到扁哦扁哦扁哦，听不到别的声音。他带的雪镜是跟饭店卖的牌子一样啊。看进雪里就前后前后，然后幸好我身体往后顶。在说直冲的时候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会忽快忽慢。但是他冲不到，我连餐厅都冲不到啊，很累。就是忽快忽慢又忽那个，其实我教你下的那个地方是比较不恐怖的下法，就冲力没那么多。我原来是从我的脚是不是板子都没有很平的，都在刹车，我不知道。哦。就是从左边这边下的话更早一点，而且好像比较多人从雪道往下看右边下，所以那边好像比较没有积雪，所以可以冲比较快一点。而且我觉得冲到后来，我们是不是走到的都是积雪路，所以它刹车也很厉害。对啊，雪会让我们变慢啊，不然就挑。等一下挑，没有，我们这次要不要去试那个？你说一下缆车左边那个、啊。对啊，然后会不会下来就要吃饭了？因为就不知道耗多久了。不一定啊。可能两个人就在雪里面挣扎。这次是你先下。因为要救我嘛。可能也没办法救不了你。不行啊。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说那个地方去不得去不得，像我就会阻止你过来。急刹车。这边下雨要有力气吗？这边比较好。这边的下半部。它距离比较短啊。但这个是大概哪里要开始直冲？这个现在雪是不是下很大？算下很大，现在超大。哎呀，那个自己擦一下镜头，把它抹干，这样就好了。整个有没有？你摸错边了，这边才是。好，抹干就好了。我应该抹错了，你看。兔子跳。人啊，你知道古典的滑雪滑法是很像兔子跳，不知道，就是咚咚咚，左跳右跳，左跳右跳。这趟鼓励你后座，鼓励你，就是万一突然吐进去的时候顶得住。还有就是在左右两边，在快到左右两边的时候，请尽量是朝下的，不是横的。朝下。
朝，你说往后倒，翘板子要翘起来吧？你知道怎么着？对，我说朝下是说斜板的方向尽量朝下。哦。万一突然间有点陷进去的时候，直直往下可以帮你跑出来。哦。然后我们通常都是45度插到边边，接着身体就往前扑了。哦，好大哦！他原来预报说3点就不下，会是真的吗？我们3点也是收工哎。只是说他们好拼哦，花了6点。年轻人体力好。大家都三十岁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正常推测，人家都比较早来日本。正常推测，在这个业界。什么时候会知道你的 review？ 你说年度吗？对啊。我老板先讲啊。哦，那你现在不要讲，你现在不要讲，主管来跟我讲。哦，所以没有，只是说会不会还是嫌你没有做够多的事情？不会啊，没有啊，他说很好很好。什么时候写过做不够多？有啊，他不是说你不是那个是 expect， 所以不是没做到，没，是他现在给你的目标是要做到那样，是吗？我们往下咻咻，看不到路，往下冲冲，我要怎样子才可以横着停在中间？现在对我们而言危险的事情是快到边边的还在横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减速的话，顶多就在正中间横着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暂停休息。花路是这个路吗？是啊，是这个下来。是啊，但是你已经看不大道了，因为被雪盖住了。没什么人滑哎、欸，不会都很松吧？不是，滑的人都走了，他们还在下一波嘞。要从右边下还是从左边下？都可以。从右边下。腰，上不去。好了吗？斜切过去，好雪。斜切就要很注意喽。超雪超厚，我就已经不打算。对啊。好安全哦！吱吱下，完全不用刹。吱吱吱吱，横着到我这边，完全不用刹，就停下来了。好安全哦！好多雪哦！对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可能我无法往下转，这样。好安全哦！不是这样，你的板子还好吧？你啊，你，好，这样子哦。就是啊，稍微往前就是身，稍微，总之，因为棒棒你可能也差不到东西。下去就四五吧。没有，好了。到一个小时到不了下。嗯，好了。我不是要先走啊，也不要救我啊。好，你先。很稳啊，就一直下，一直下。前面搞不好要直直走也不一定。你看一下他怎么滑、啊。他
很害怕，但是，不，他不是害怕，他是正确的滑法，是手在晃而已。这边有没有直直滑、啊？我在看他那里有没有直直滑、啊。有啊，直直滑，而且他停下来了，糟糕了，进退不得，坡度不够。有有有，够够够，我再看观察一下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都跟你啊，你就先就对了。对，不要太边边了，你这样很难下哦。好好好，觉得太慢就转下。哇，太边。就是一定停得下来的安心感。嗯。你又要超越我，对。这边要小心哦，一定要撑住往过去，对，那边雪太深了。继续继续。没有顶住，我没有过来。我也没有要救你，我只是停在你附近而已。我，你这样戳不出来哦。你说我起不来。因为你棒棒可能戳下去戳不到底。有地面吗？好，躺一下吗？收脚。收不起来。你要休息吗？是，我要把左脚翻出来。不是不是，哦好，原来你是角度这样哦，想象错误。是我的左脚卡在雪里面，这里，然后自己觉得很重，又起不来。我这里好硬哦，还是我后面都是雪，然后我说好硬，其实我陷进去了。所以你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倒吗？雪太厚吗？有点吧。啊？有一点吧。有一点。那就轻轻，很舒服。你干嘛这样躺这样？那就舒服哎。哦。哎、欸，这一条感觉不花力气可以慢慢滑、欸，是不是？还可以。一样，你先啊。下去就对了。对啊。感觉都很安全啊。稀稀疏疏，就是一直往下就对了。右前方，下了下了下了，朝下了朝下了，好，朝下了，朝下朝下。
顶住，我顶住，没有倒，没有往前扑，刚都快往前扑了。接下来几乎可以直下了，几乎啦。你这小越烈的左弧右弧就快要可以直下了。雪雪刹车，雪帮我刹车，雪帮我刹车。但是我没有离他很近啊，而且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背后没长眼睛。深雪刹车吧。靠，脚都不知道。深雪刹车。好，慢下来了，到膝盖的慢法，有点费力就是。走。哎呀。太深吗？你可以拔出来吗？好，好舒服哦，这样滑，很舒服哎。但是膝盖大腿力量要用很多。他都。有这么喘？Are you OK？ 脚的状态是没有扭齁，你的方向好怪哦，竟然是屁股朝山下。好，你很累吗？好。要再滑一次才吃饭，还是先吃饭？可以滑一次啊，早上。好啊。深雪刹车法。其实我还在打嗝哎。哦哈，太饱吗？后就慢呐、啊。插进去的话就要顶住。休息吗？没有啊，快冲上去再来。
我就想要都擦擦看啊。这边都是压实的多的那个了，保持速度啊。
就练到几乎都不用停下来，也不用摔倒，就是很习惯这个雪帮忙减速的感觉。好热，好热，我超热，你会吗？我还好，我超热，可是我摔倒两次，爬起来很累吧？哦，有可能哦。好热。好，耶，下一波吃饭。那个、啊，你上面的雪要把它清掉一下。哪里、啊？我这边啊，抹干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其他不管。而且你的口罩上啊，都是一滴一滴的冰块。你也是啊。嗯，我们两个都是啊。全雪场戴口罩滑雪，应该只有我们两个。应该不止吧？没有没有，看到戴口罩滑雪的，都大家都还是戴面罩。我真的觉得这样，其实面罩是贴着脸，它对那个湿湿的地方就永远很冻僵，对，也没有很好。所以我真的很满意戴着口罩滑。也是会湿，也是有点烦，但是但是跟那个之前我们那个贴在嘴巴上，然后嘴巴都对啊，那个时候在餐厅就一定要烤它，那现在不用，还可以直接滑。我下巴有遮着吗？有啊，有哈、哦，嗯，难怪我没有下巴洞。啊，下巴洞？我昨天下巴很洞，脸侧边已经好多了，然后就有下巴洞。下巴洞，下巴洞。好啦，这一条真的有松雪，蛮舒服。我不就说吗？就可能到个那我才行。他们四个的程度是差不多的。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那个应该有真的 S 不会吗？但是不会要怎么上下山呢、啊？不是啊，飘哦。S 不会的 ，S 会的意义是有办法正转反，用 S 用一个 C， 然后再反过来 C， 两个连贯叫做会 S。那如果他是也是我们跟我们一样是严谨派的话。那有的人一直用同一个 C， 同一个 C， 同一个 C， 你就没换方向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想看哦，正的向下，然后再。对。嗯、所以他这样听起来也是在自我要求的训练。就是学。对，知道自己不会什么的人。开始要练好。就是会进步的人。然后依照我们刚的这个经验啊，胆子再大一点点的话，就会整天说要去超速林了。虽然感觉没什么意义。撞树很痛，我不要。对，我也没有要。我撞过，太痛了。哎，我那次撞真的很痛，然后手也扭到，因为要挡树啊，然后就撞，手也扭到。啊，还要做那个抖音是怎样？啊，这样吗？那么厉害，比乌鸦还不连贯。我在岩岳撞树的。这里没什么很窄窄的联络道、欸，就是每一个雪场的特色不一样。因为这里它自己就是一个山、啊。因为白马的联络道小小窄窄，但是它很陡，哦、不 是很好滑。不是，这里没什么联络道都挺那样。因为它的山势的问题、哦，如果山势高于一种地步的话，它就要做很多联络道。哦。就是因为假如这个山的斜度就很高，它可以开两条黑线，那剩下的人怎么办？完蛋嘛。所以两条黑线的中间可以用之字形连起来，就变绿。绿线联络道，而且又很有斜度。对啊，而且那个车子的路线也是这种开法。你觉得二四谷这种节适合来吗？要胆子的问题。例如说这一个，我们还不会说一看就觉得恐怖不想试，那是因为我们胆子也练大一些些。没有啊，其实但是你姐的胆子就开到最小。他的胆子远比他有办法停下来的还那个，对啊。其实现在眼睛这样看，觉得这根本没什么。我们刚刚为什么还是坑坑坑？
还好啊，那这是因为那个雪一直下，把它铺得平平的，让你觉得安心啊。但是其实这个的下面也有高高低低的，你还记得我们昨天滑的感觉吗？高高低低自己会吓自己，但是这个盖住的话，反而是帮你克服那个恐惧。然后你有没有稍微用蹲马步在滑，有那种脚上上下下晃的感觉？下一路，但是你看他差他还说警告，警告雪道有上上下下很危险，请注意安全。搞不懂，现在有太阳出来的感觉。哎，看不到路啊！路就在那，路就在那，路就在那，路就在那。那根草，从那根草的里面。对啊，那边乱。啊，我说这条，我是说这条。你先啦、啊，好安全的路啊。要摔倒？不会摔啦。你要顶住啊，顶住会慢下来。小心它。你的方向，你如果跟别人的话就没事。结果就扑下去。我也只能看到一个扑下去的身影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哦，你没力气了。哦，你往前扑哦。好吧。哦。体力都要用光了，你的体力都要用光了，在找板子上。啊，好，那么近哦，很好很好。从我上面看，我只看到你在，你一进来之后人就不见，我就知道你倒在这，人不见了。哦，好，用你的左脚一直踩出很多坑，你现在摆的地方你可能踩不下去，行吗？踩踩看。哎，好像很好。很好踩吗？好好好，先把板子拿起来，右脚，你的左脚一直踩，一直踩。踩那些地方，前后都踩，前往前踩一个脚。往后踩一个脚，要摆雪板的地方，后面也踩一踩。好，雪板放进去。很好。谢谢啊。现在看起来没事，对啊。太阳出来了，雪板不见了，没那么严重。对啊，先去啊。你啊，要是
不管你滑多远，你要是觉得很安全的话，你就一直继续滑，不要停下来。好像好深的地方。好，不用踩起来了，不用踩起来。好，你要是能不停的话，然后可以慢慢的话，你就不要停下来，一直维持着这样子，你不用等我。好，好，先走。转直，赶快走啊！不要停下来哦，尽量不要停下来。够慢了，下。娃娃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转不过去啊。想用最省力的方法。可以。这样子可能起不来哦。啊？我没有要拔。可以起来，但是你可以先走。
啊？前后平衡要用力气，所以我的力气已经不够了。对啊，原来那个前后突忽快忽慢是要用力气的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这样下得来，这样站得起来。你可以一直下，一直下。不用啊，我只是累而已。我可以。那你先下。下到看不到我为止。不要，就算你一个人没有来呗。哦。不行啊。对啊，我要休息啊！我刚站起来也是喘很久才要下来啊。力气问题。啊！用拳头弄地板。我刚刚滑到这里为止，我又用掉很多力气，一直在喘。还好啊，因为都会刹车啊。我用你两倍的速度，又想停下来，又不想停下来。刚刚那两次摔都是在于我又想停下来，又不想停下来，觉得心里有点怕，有点想要停下来。但是如果真的停下来的话，也不会前进不了啊。没有，如果真的要停下来的话，又要做强的动作。我已经摸过了。你上面都是，你看我的眼镜。你是旁边都是。你上面一框都是。你说眼镜还是 GoPro？ 安全帽跟。安全帽就不管了。你的那个岔的这个地方都是雪塞在上面。不用理它，在进去之前我们要把它拍掉。
对啊，因为刚刚整个头栽的关系。对啊，你要先还我先？你要先的话，你就要去河流那边。为什么我现在没看到河流的牌子啊？倒了、哦，还是被埋起来了？倒了，它现在中间比较凹。你想我先来？我就先吧。你不要进来啊！进来你要跟我一样转向才能出去。为什么要停下来呢？
我是不知道摔了三次还是四次、啊、我不知道我摔了三次还是四次，至少三架啊，我知道有三架。嗯，你是一还是二？两下。两下，全身挡进去。为什么这里有下雪呢？搞不清楚嘞，有一手套的口。关掉，关掉。那、嗯、关了。你上面也都有沾到，我是不是也有？一点。好，现在要贴那里，先去。